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了解药师佛他的第四个大愿，这是安利大乘愿。第四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若诸有情行邪道者，悉令安住菩提道中，若行声闻独觉乘者，皆以大乘而安利之。那这个愿看起来读起来是短短的，可是这内容啊，这是佛在因地当菩萨的时候，他走过的所有过程，就这两行就可以表达出来。我们这样读一读好像没什么，那我们来看这里面呢，是药师佛他自己走过声闻缘觉，自己曾经感受到一个人的开发，他有一些局限的格局啊。那懂得走出来之后，自然懂得当时听闻佛法，或是自己在心念开发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一个过程。那佛的教法里面有方便化成，方便化成，这个停留不是必经的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会不会有行邪道？会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听闻佛法？不久以前。开始修行佛法吗？开始修行了吗？不久以后，可能现在开始有一些。有没有全面？没有。未成佛前是不是都是魔？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所谓颠来倒去、杂染混杂的地方？有些行为是不是很偏差？对不对？这个根本就不用问别人了，自己有没有行邪道？有。所以任何一个众生，他没有天生的世家嘛。所以药师佛他在因地发的愿，当我来生来世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佛，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，如果我看到有一些众生，他都是在行邪道、凡夫外道的行为，我要让他转邪为正。那这个地方的邪道，邪道就是跟八正道不吻合的牲口意的行为，就是叫邪道。那如果说我们以八正道来比对，就可以了解以下这八种法叫八邪。因为八正道就是成佛必经要修行的身口意生活面的全面观。那八邪行啊，第一讲邪见，不信因果，不信功德，不孝敬父母，不孝敬父母，对于圣人不认为有转凡为圣、有圣人等的这种见解，这是叫邪见。我们以前懂不懂因果？可能略有一点因果概念，但是有没有深信因果？没有。能不能知道自己所受的是一些果报？不一定认同。有时候都还会叛逆的说，那是运气坏啦。或是认为是别人对不起我，只是此生此世的勾结。所以这些呢叫邪见。第二个叫邪智，又作邪思维，指欲、慧、嗔恚的慧、害等之思维。有些时候就会有错误的思想。比如你现在有欲望。有欲望你就认为这是很合理的。我要追求它，我要满足它。当生气的时候啊，就有错误的思维。嗔恚啊，错误的思维，要怎么报仇，要怎么盖修边。然后自己夜里可能就睡不着觉。做了无限的揣测， 无限的模拟。然后被修边修没功夫好好的练习。甚至于害，要如何让别人
在这上面受到一些损伤，这里面包括太多的，可能嫉妒，可能妄语，可能两舌陷害，有些时候还会有很多不很理性的自我掩饰的一些行为。那这些思想上面的东西都叫邪智，会不会有？在座我想应该是属善根具足，但是曾经有过吗？累生累劫不可考，应该有。此生此世还没学佛，还没有痛下决心真正去反思自己以前的行为，或许还有所谓几件事有这么个味道，把别人想坏了，或是自己在冲突面的时候一味的保护自己，想要如何去辩解，这些都是邪的。他没有正观因果，他没有用清净心来想。再来邪语，邪语讲的是妄语、两舌、恶口跟绮语，这是四种口业。有没有犯过？有。现在偶尔还不会，会不会犯所谓这种叫做白色的谎言？会不会？为了怕某一种不良的情境发生，那有一些时候呢，就是所谓自己认为的认为。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被骗的，自己一定不喜欢被骗嘛。没有一个人喜欢被骗，没有一个人想要听不真实的话。那有的人他选择你都不要告诉我啊，我也不要问，也有这种态度，这种人他少，因为他觉得我知道了会更伤心，但是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也不真心了。这个中间有好多很诡异的东西，这是讲邪语。第四，邪业，指杀生不逾矩，不逾矩就是偷盗跟邪淫，这是身的造作，就是做不正确的事情，身业上面。第五叫邪命，不如法的生活。现在社会很这种不如法的生活，其实见怪不怪啦，充斥着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非常的不如法。比如现在有很多就是诓骗人家来谋得某种利益。那里面包括什么？包括了邪语，然后来自己能够生活下去。还有很多比如说强盗是不是就犯了不逾矩，但是他盗取的财物，或是小偷盗取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生活，是不是又是邪命？所以很多既有这个邪业，又有邪命，有些时候还要想，还要观察，这个地带，这户人家有钱，还要做一些思维，我怎么样破窗而入，这个技巧要如何的演练，让它更熟练，这些是不是还有很多邪方便？邪方便为恶事而做很多方便精勤的这个布局，是不是一下你看当了盗匪或小偷，这时候有什么？你可能有邪智，错误的思维，你可能也有邪见，那你还有邪方便，好好的观察它，还有邪业，还有邪命，是不是？全揽全包。所以作恶里面他犯的东西这种邪恶的事情都可能后果是很不好的，应该说直接说后果都很不好啦，不要说可能啦，如果不忏悔的话，不改变的话。那第七叫邪念，不如法的观念，就是很多错误的想法。第八叫邪定，指非正定之定，不能够得正解脱的一种禅定的羞耻。那这个药师佛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就讲说，如果这些有情众生有这个八邪行的这种行经，这种行为，悉令安住菩提道中。
药师佛有这个功德力啊，他有具足真实的功德力，能让众生的心能够安住，能让众生心安住下来，很安然的随教法而进入，然后来修，最后也能够成就菩提。这个就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修行，如果没有这个修行的话，这样说人家也不信，你本身还要怎么样示现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诸佛菩萨他在修行有没有功德力就差这一点。如果有功德力，他在说法的时候，说法的时候让众生安心，那这个安心的意思是由于修道的体验，或是对于教法有理解，理解之后把这个心安住于一处，安住于这个教法，然后达到安定不动的境界，这个就是安心。那我们一般有的人听一听，本身会有一些邪见，还供那供那不可能的代志，其实自己的邪见很大。哎，有些时候是这个演说者，就是讲这个法的人，自己本身并没有就是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，善知识要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。那你跟大家讲要持戒哦，那你自己一直犯戒，那个戒与你何干？那当然不可能幸福嘛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药师佛有这个愿，他讲若行声闻独觉成者，如果声闻独觉成，那我呢都要提携他，进阶的皆以大乘而安立之。这个文字上的解释大家都知道不难，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它内涵里面的差异。这个地方若诸有情行邪道，我都要令他安住在菩提道中，这个有没有愿意，愿意成为众生的指导，这个就是菩提心啊。愿不愿意成为众生的大善知识，这个有这样的愿力，你才可能要帮助众生转邪为正。所谓的自扫自家门前雪，这种小乘的心啊，自己管得好就好了，别人的都卖管，可是有的就会给波行，就是有那种菩萨心肠，给减爱给讲爱给抓，然后让他能够以后不再有这个恶果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佛菩萨施设给我们，他告诉我们好多好多。世尊讲无病第一利，如果没有病的话，你做什么事是不是都不会有很大的障碍，因为身体健康嘛。那为什么无病？因缘果报嘛。你要过去生过去世的因缘果报，就会有正报，正报的自己这个色身的条件，不管美啊、丑啊、男啊、女啊、肤色啊、种族啊、名字啊，这个身体的机能条件，这个都是报嘛。医报的世间，医报就是山河大地，你的环境、你的屋子、你的资产、你的眷属等等的这些。所以无病第一利，为什么？是不是有因果？知足第一富，这个他都在讲物质哦。第一讲本身无病第一利，第二讲知足第一富，也就是你跟物质的关系，你自己身体的这个条件，以及你跟物质外界环境知足，是不是第一富？你只要知足，口袋都没钱，你也知足，不用烦恼被偷马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不知足，再多的钱你都觉得不够安然。这是有钱的贫穷人，知足是第一富的，什么有就好。前面药师佛说要让众生不乏少，不缺乏，也不会不够，
那这个地方呢，从精神领域来讲，它就要让你转邪为正哦，安立大成哦。善有第一亲，好，我们物质自己的条件跟物质的这些处理完，你没有善知识啊，没有善知识，你真的能够提升吗？开启智慧吗？这个难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讲说善知识啊，这里面有一句嘛，无知无善事，恶有损正行，蜘蛛落汝中，是汝转成毒。如果你无知，没有正确的知见，你也没有好的善知识的带引，那你只有结构结交一些恶友的话，你没有正确的行为，如同蜘蛛落汝中，是汝转成毒。你所有做的终究毒害你自己，也让周遭的人蒙受一些损失。在世尊的经典里所说的法里面，他有讲，若人亲近恶知识，现世不得好名闻，就现世不会有好名声呢，必以恶有相亲近，当来亦堕阿鼻狱。如果你跟恶有的话，总是会被熏习嘛，熏习之后去做不好的事情。若人亲近善知识，随顺彼等所业行，你就会跟着他所做的，他的思想行为，而这样去改变你自己。虽不现证世间利，未来当得尽苦因。虽然你此生此世不一定马上得证菩提，也不一定，因为你有业果，也不可能说你亲近了这个善知识之后你就变成暴发户，也不会啦，因为那个因缘业报嘛，你现在所造的可能来生来世领受，不是不报，是因缘未到。所以未来当得尽苦因，终究你能够离苦得乐的。这里讲的善知识，并不是讲说我给你补多几滴，不是这个叫善知识，而是能够让你得毕竟解脱的这种善知识，能够去了解，在了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身心灵这上面如何从邪恶中走出来。所以这个善知识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邪恶之间啊，邪恶大小之间，其实我们真正不用问别人，众生其实心中知道，只是你不愿意用这个正知见，不用正确的来规范你自己。说邪人说正法，其法也邪；正人说邪法，其法也正。最主要讲心的内涵，我们这心的内涵，正知见正确与否。那这里面呢，无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善知识的重要。这一愿呢，他说诸有情行邪道，我都要令安住菩提道中，意思他不拒绝所有这些行邪道的人，这个要菩萨相当的稳定，禅定功夫好，知见建立，你怎么样给他讲邪的他都不会翻。但是我们众生很容易哦，我们众生只要有一点点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，或是一点点怀疑的产生，你可以疑人，也可以疑法疑师，这个都会的。像这些呢，自己知见现前的时候，诶，马上又行邪道去。那这个菩萨看众生啊，有这种情形，不管他是邪道，或是他后来由退转而再入不正确的路线，这个修行者都走过。这个药师如来在因地的时候，这些也一定走过，所以才能稳啊，有办法，有这个功德力让众生转过来。那这个菩萨其实啊，他具足了这样的完整的知见，
有这个功德力，里面还要有善巧方便。善巧方便好像是第三愿里面讲的，但是到第四愿里面有没有善巧方便？一定有善巧方便，才能够转邪为正。那什么是菩萨的善巧方便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菩萨好，在一切尘当中，因为这里有讲到声闻缘觉尘，他有让他安住在大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须了解声闻尘，你才能够把声闻尘转出来。所以这个成佛的所有的十方诸佛有没有走过声闻尘？有，要不然他怎么转声闻尘出来？所以大家如果我自己现在小心小肝的啊，那现在格局有断灭，不用担忧，转出来就好。因为诸佛跟我们一样，他如果没有经过那段，他怎么能转我们？缘觉尘，如果这些佛菩萨没有经过缘觉尘，他怎么转缘觉尘？他的契机点，他的心思是如何的不放不开？他一定没有了解嘛。那我们看菩萨啊，这个修行的时候，他在一切尘中都有善巧方便，凡有三乘法而得解脱，反正三种都可以得解脱，但是他解脱的层次不一样。哪三者？一个声闻尘，第二缘觉尘，第三就叫大乘，是不是就是讲这第四大愿？那我们得解脱怎么讲？声闻尘中有善巧方便，声闻尘里面你为什么会得解脱？如果佛不出世的话，声闻尘没有成就，佛不出世，声闻尘无法可听，他没有办法依法而修，所以声闻尘是不是由佛带引？哦，由佛带引，然后介绍这个讯息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的这个菩萨，他要知道他的方便，要为声闻尘大开善巧方便。他知道声闻尘福德不动，诸法贤故，也就是声闻尘他有什么呢？他这个福德上面呢，他都内心不攀缘，他内心不攀缘，然后抓住自己的清净，因为他要证得极净涅槃，所以他不会积功累德，所以他的福德只是在一个不造作的角度，止持就是停止不该做的任何事情。所以声闻尘他的福德不动，诸法贤故，就是所有一切世间的出世间的这个法，只要会波及让自己运动荡的东西，他都会远离，他都会弃嫌它。于是三界中而生厌离一切诸行无常。所以声闻尘很讨厌变异，他很讨厌这个变化变异这个无常。厌离烦恼一切诸法无我故，专求极灭涅槃。所以声闻尘他讨厌有烦恼的现前，所以他本身在这上面就会进入自我羞耻里面，他与外界不相干不相应，乃至刹那不求世间生死，恒具无常，五阴诸行无相故。所以在这里面他会讨厌无常的变化，他对于五阴啊诸行的这些啊一切生死无心乐故，他在这个生死变化情绪的这些上面，他都感觉到这是希望不要有的，所以他会进入这种自我修正里面的一个极境。菩萨修行则知声闻尘中善巧方便，菩萨他为什么能懂？因为他走过回小向大之后，他才成为菩萨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声闻尘有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不能够唾弃他，不能唾弃声闻尘。所以这个所有五尘三尘都是一样在这个世间，那一定有这种种性嘛。那众生来讲，我们不以声闻尘为师啊，
在讲菩萨法的时候，菩萨不能退转到声闻层，但是有没有退的？有，是有退的，不稳定嘛。菩萨在修正的过程还有不稳定的时候，一到四地还是很不稳定的，智慧也没发。像这些呢，药师如来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当菩萨有发这个愿，如果有声闻尘，有声闻尘了，他愿意带他，让他以大乘而安立，就是能够回小向大，这自己走过才能懂啊。那接下来要了解独觉尘，所谓这个独觉，就是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没有佛出世，然后这个药师佛他在那个时候是菩萨，所以才叫独觉。如果有佛出世，叫圆觉。那这个地方，菩萨修行于圆觉尘或是独觉尘，具足善巧方便，因为他了解，他了解这个独觉他是怎么修正的。当你了解之后，你就知道他的心思在哪个地方走不过去。他说哈，这个独觉尘他为什么会修正，他的缘起是加行乐修精进禅定，不住积极功德资粮，不住积极持戒资粮，少分听法修习故，亦不亲近供养诸佛故。这个是圆觉尘哦，他喜欢静，他喜欢静，那他也不会想要跟外界有积极的这个积功累德，他不会想要去积极这些资粮，与我何干呢？福报不错了，圆觉尘自己的修行，他本身的福报都不错，那他也不会所谓持戒资粮，我不犯他就好了嘛。那戒要到多么的光洁，反正自己也不起心动念，那也不追求，如此一般安住即好，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还不错嘛？其实是少分听法修习故，他就是没有真实的去听经闻法。如果独觉的话，他是自己观察十二因缘，自己观察十二因缘而得证的。那如果是生这个有佛住世的缘觉的话，他听法还是只有听一点点，他纵使听法他也不会亲近供养，要修自己修，反正我自己感觉自己真来啦，很多我就能懂啊，很多事情我也不求人，我自己就能处理，能力也不错，所以他也就不会真实发那个心去学习。中分智故，就是因为他的 智慧还是算中等的，圆觉的智慧不是没有。那下心故而修少功用功力，因为他的心呢，其实并没有大心，所以有些时候啊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心思不开放，所以他修少分的功德，少分的用功力，不乐愁粮法集，乐住空寂，独居别处，就是他喜欢一个人啊，独居生活，自由自在，然后不喜欢去。积极听很多很多的法，就是有受用的自己受用的，这样就好了。他不会欢喜去听很多的法，因为这个法他只管自己受用的部分，他并不会去想到说这些法也就是众生的万象，那也可以用这个佛法来帮助众生，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声闻尘这个缘觉尘啊，就是素思常乐我净法，他想要出离三界，披寻涅槃，他想要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极静涅槃，所以这二乘人都是想要进入无余涅槃的。所以为什么圆觉尘缘起是这样？因为自智悟入定，他是因为有自己有智慧，然后在观察十二因缘的时候蛮敏锐的，进入一种定中，所以他乐修三昧，非他自悟，以至明悟，起一切诸行因缘边际。因为他不是由他人来教导你，所以你开悟的，是因为自己基础上
有一些反思的能力，观察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呢，观察而正德，正德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的自在，这个部分的智慧。所以圆觉成的这个内容跟瓶颈，菩萨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药师佛他在愿这个发愿的时候，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值，所以他发这个愿要度脱这个众生。所以由这样我们看，诸佛是不是都走过这个过程？是不是都走过？世尊也一样啊，他叫弟子来告诉弟子很多，是不是叫他们第一声闻乘？他知道声闻乘会证到什么，会怎么样？看到圆觉，他讲十二因缘法结构，那最后他告诉大家回小向大，然后再用回小向大的这个菩萨道的六度十度，告诉你这样才能成佛，是不是一步一步带？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同学，我们要反思自己哦。我们现在挑什么经？菩萨成佛的经，可里面呢，自己的修正的地方，要用大乘菩萨的心而老老实实的，老老实实的在这上面，应该要行菩萨道，心宽广而不攀缘。在修行法的时候，要知道内心该静该宁静，就是能静下来如声闻，但是是内密菩萨心跟菩萨行哦，就是内心啊，是安住在菩萨心跟菩萨行，也要能够真实在这上面有所体解，观十二因缘法也能够自由自在，不管顺观不管逆观。所以呢，你既然听菩萨法，不能说啊，这个声闻缘觉那种小法我不听，那么你一下就要登三层楼啊！我都三层楼都应该直接成佛啊，这个根基是不稳的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法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次第，都要真实去修行？只是你这个心不是像声闻尘是这样空泛的，不是自私的、封闭的，而是你知道应该要一样一样。一样一样戒，声闻乘戒是很重要的一环，你才能够厘清嘛，你才厘清什么叫攀缘止持。然后菩萨戒里面有坐持的部分，什么该做？如果只止持的话，不该做的不能做，就是声闻。坐持的话，该做的不能不做，这个是菩萨道。这可才完整。所以呢，这个因地药师佛的药师如来因地的时候都知道，然后他在修行菩萨道于大乘中有善巧方便。如果啊，这个行大乘没有方便，没有无量无边的方便，是不可能成就的。所以这个大乘的功用力，就是为了要帮助众生，让众生也进入此尘，进入之后呢，大家能够功德资粮，积极善根，那自己也是这样在帮助众生，不谈积功累德，实质就是在积功累德，不谈，但是你实质是不是就是这样做，也是不是环境你都圆满，那你说我声闻乘自己好好修，所有一切有圆满吗？自己关起来当然就好像很圆满，所以很多人修行在自己家里的房间啊、沙发啊、自己的厨房，我都很自在，我修行都我都没起心动念，我都没跟人冤家，你要跟谁冤？你以为你跟冬天冤？你跟冰箱冤？是不是？你当然好像觉得修行很好，我都没攀缘哦，吼，我做持戒持得很好，因为你煮一碗饭给自己吃而已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啊，这个标太多了。那你出来看看，你就知道，你能跟大众相处吗？你真的服务大众吗？你的心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吗？一挡出来，什么人嘛，免进，赶紧你自己都根本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修行上面呢，你没有办法安处在大众中，真正发挥你的功能，证明不到你的修行。有的人是只能跟自己相处，
只能跟自己相处，一出来一跟大众相处的时候，就支箭打来打去，然后气愤不平，无法消融，无法磨掉自己那个棱角啊！这个上面何谈修行之成就？何谈积功累德？在家还是在消费自己的福报啦、啊？菩萨道的修行里面，他在在处处，在在处处，在这一切里面，行住坐卧之间都是完整的，在众生中。在所有的一切中都是在利益众生，不会有一个想要逃遁回去的地方，把自己能够包装起来。那我们准备还没到这个程度没有关系，不是说不行呢，只是说给大家听啦，说阿伯不用感觉自己修行不错，但我们家坐一支香坐得真好，当然了呀，你这没有人吵你啊，没有人吵你啊，什么都是随自己的意思量身打造的环境给自己啊。那这个何谈功德之有无啊，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越修行就 越了解你的耐磨吗，耐的那种磨难吗，你能过得了这一切环境中的考核吗，你会退转吗，会退缩吗？会畏惧吗？心念的起伏呢？所以真实要走长远的路，要真的扎实的不畏惧，因为你在最后才能证菩提，那不在呢哪有证菩提这回事，好谈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菩萨呢啊，就是所谓大乘，能于一切法及亲近三宝利益世人，皆当是护行，不狂怒一切众生，皆有分故，为过去大悲坚持力故，因为过去有大悲心坚持，示现此处，所以你才能够当菩萨。当菩萨他不是凶凶这样，哦，我听菩萨道我就当菩萨，种性还不能够马上转过来的，这种性不能马上转的，因为一定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能力问题、自己的需求，所以这个菩萨道啊，这个菩萨的种性，它还会有一些自我要保护自己的这些一直洗涤、一直转、一直开启、开启、开启，才会是真的菩萨。所以我们常常有听菩萨道的经典啊，听一听哦，这个心发的好大哦，行看看走看看才知道，发心是刹那间，但是修行敬未来际直到成佛要走的路径可多着呢，三大阿僧祇劫。所以菩萨呢会用十力、四无畏、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身口意、庄严，那这个地方一切具足光明严饰，在一切处无闲无过，菩萨在一切处无闲无过，无闲就是你不会抗拒嫌弃任何一处或是任何的众生，但是自己安住在无过失的状态，这是菩萨的基础。对外境不闲，对内真正在做的时候没有这种不小心的过失，这个是修行大乘菩萨道必须对外的方便跟自己内心要安住于此。所以这个一读起来就知道药师佛有没有走过声闻独觉，有，当然帮助众生以大乘的安利之，自己一定走过魔考，我们有十种魔障，小心啊，以后自己有发生这种心念就知道我在魔障中哦，念出来给大家听。有十种魔障，第一呼声退心，我不成佛，是其魔障啊、哦！我买好回来、哦、我不想成佛哦，太辛苦了，什么也要规范，那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哦，好累哦，又要布施，又要舍掉一切，舍了舍了舍了，那这我还有拥有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忽然
发愿的时候，伟大的自己眼泪鼻涕都掉下来。当忽然产生这个退心，我也不要听经了，我也不要什么的，这忽然之间，这个就是魔障，自己的具身我执，自己的具身我执要保护我自己，我的才是对的，受到了攻击，受到了否认，还有一些不是被认同的东西，或是自己没有办法满足某一些，就觉得太压迫了，太压迫了。这个时候护身退心，我不成佛是魔障，以后记得哈，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知道是魔障。第二个，正起勤修忽然弃舍是起魔障，很精进很精进，然后最后就自己问自己，我这么精进有用吗？何必这么苦呢？自讨苦吃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煮油点喝，煮油点喝，这个就是魔障。你没有办法跟你的习气，你没有办法超越你习气给予你的呼唤，因为我们真正精进在修行的人，他都会很专注啦，很专注很清静的在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然后就觉得有累，这样好像也不对，这样也好像还不对，最后就觉得好，卖希望卖希望卖希望，人家都这样，我又何必跟他不一样？你希望跟轮回的众生一样，那只好继续一样。如果你想要跟一个看不到的人，那个叫佛一样，那你就要继续检核自己的习气嘛。所以这是不是魔障？重点哈，要知道第三个魔障。三者，少分功德而生厌足，是其魔障。就做一点什么事就尴尬。差不多啊啦，差不多差不多啊，我拢有在做，这个还有功德相嘛，这就魔障。有的人呢，做一些供养大众的事情，做一做就尴尬，我已经全部的还要怎样？啊，不，你行别管我，就觉得我做很多，你看别人都没有，我每次都现钱呢，我都有参与呢，我也都有做呢，那么真忝呢，我拢放翁放囝呢。好棒鼠妖嘞，对不对？少分功德，就觉得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其实菩萨正在做这些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少分功德，是所有的因缘缘起的时候，就全心全意，他没有这个拣择的。那当然，这里面你的家庭的生活这些也都是一并考量，但是这里面它并不是用世间心，我们来讨论这一点。有的人会想说，哦，我护持，那我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好，做法宝好了，那我去这个有一个法会听经闻法的现场，我去布置扫除什么好了，那家庭的那个部分平等的去考量它，几点几点做完回去也是行菩萨道哦。你要用同等清净的心啊，这样子来做这些，不用世俗的攀缘，也不用世俗的切割。哦，恁家人有够过分呢！我底下吼扫涂骹，人拢甲我感恩，转来恁拢甲我配水暖。有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家里做的这个事情，就觉得是一种折磨，然后在外面做的时候就少分功德。这个也是一个比对啊，这个一个是清净心，一个是世俗心，所以你等一下是在阿修罗，等一下又在菩萨道，这样转来转去可好？当然就是魔考，呵呵，知道？所以这个上面来讲，你要用抱持的一样，那这个供养所有的众生，那以这样欢喜的心啊，做一顿饭给50个人吃，500个人吃。跟做一顿饭给5个人吃，拢同款真甘愿啦，都要很欢喜，很甘愿。你做一顿饭给500人吃，当然你可能只是切菜，或是垃圾行菜呀，你不可能500个人吃的饭都靠你一个人做，都是共成菩萨事。那你做一顿饭给5个人吃的时候，哦，讲到恁家的人。这样有法宝呢，搁我得煮饭给恁吃，哈，
这个时候好像自己就很高，众生很低。你要知道呢，这些众生啊，是你因缘该度的众生啊。那你做饭给500个人吃，那里面你是用这个做饭做结缘呢，结法缘呢，结那个缘呢，还不一定能直接度得到呢。可是这5个吃你饭的人还可以直接度得到呢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度得到？他有很多的方便就在你身边，想一想吧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较量的心啊，是魔啊，这是魔障。好，第四，乐住隐蔽善行俱舍，是其魔障。哦，如果这个你是一个菩萨发菩提心，那你就常常喜欢卖差卖差卖差，哦，都一个清净啊。然后要做什么事，拎起就好，拎起就好，我只要心念好就好，不要出钱人卖搞。有的就是这样，这就是魔障，就要取那个极静相。真正的菩萨，他是在在处处安住，安住内心是安住禅定当中的。那当然还没有稳固之前，我们会有一个办法来调伏自己，调伏自己要比较吵杂非法的地方不去。但并不是说所有一切的存在都是不如法呀，而是他会偏向这个自己的隐居在一个僻静的地方，然后该做的事善行他都拒舍不做了，这个就是魔障。第五，弃舍一切善愿，是其魔障。就是有一些应该好的应该去完成的愿，你都不发，纵使发了你也不去执行它，那哪叫菩萨，哪叫菩萨。第六，舍断烦恼，乐修灭定，是其魔障。就是想要没有烦恼，然后我要修自己的禅定，去体悟那个禅定之乐，这样是魔障。舍断烦恼，舍断烦恼本来就是修行，就自然会舍断烦恼。可是有一些是因缘现前的时候，你就该参与。你该参与的时候，你就想说啊，这就啰嗦，这麻烦呢，啊，这样我要去付出，所以我不要摸。这个时候其实是断灭心态，他是怕麻烦，怕烦恼。菩萨他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参与，但是不怕麻烦，不怕烦恼。那如果你怕，只想要自己修禅定，这个不进入，这个就是魔障。第七，断割世法，是其魔障。就想跟世界切断，想跟这世界切断。菩萨，如果你达到稳定，世间它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地方啊，因为你的心是出世间的清净啊，在清净当中，所以它并没有说创造另外一个净土，因为它本身安住的地方，自心净土现前是安住的，所以它不用断割世法。第八，退舍菩萨道行，是其魔障。本来就好行菩萨道，身体不好啊，没钱啊，老啊，啊，这个时候算了算了算了，那做好贼啊，不是嘛好补啊。这个时候又来跟所有的众生跟诸佛菩萨要较量果报，这种都是魔障。第九，不乐劝化众生，是其魔障。就看到众生应该要劝化，就没有做该做的事情。第十，毁谤佛法，是其魔障。到最后啊，还会不可如处啦，佛法说的太难达到了。这个世间的东西也蛮有趣的，有时候都回头在一种障碍之下，就回头再去享受世间的东西，读世间的东西。那本来呢，曾经有一段啊，纳受佛法清净的心，到最后
觉得那不是人呢，不是人办得到的，而且自己的知见还在左右摇摆，这个就是魔障。所以菩萨如果能远离这个的话，就很快很快就能成就道业。同学听这十个障碍自己的地方，以后要用来检核自己，知道？那如果起这个的时候就知道魔障，内心的心魔启动，俱生我执没有破除，在功德较量上面还有自己放不下，放不下身心跟一切物质的关系，一切情感的锁链，没有那么快啦，这个魔障都一一会起啦，不会一下就成佛啦，一下就舍得那么快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在修行里面每一个魔障现前也进入咯，也着了魔咯，之后再回转出来，哎，这个魔障产生正悟的力量就大了，因为从这个点